兄姊妹平安，我是董怡君，今天很高兴在士农工商跟您见面。我是一名中学老师，先不公布我是哪一科的，我们待会再来看。韩愈云：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但是这个年头当老师还真不容易，除了本科要精进以外，还需要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，才能镇得住学生，并且符合现阶段的需求。老师不单授业解惑也，在实际课堂上要能静巧思备课，也要能动，成为讲台聚光的焦点。不仅要能够让课程活泼有趣，还要能够掌控学生的学习能力，更要做好时间管理，而且啊，心脏要够强，要能包容忍耐。为了不让自己变成鹦鹉，每堂课都讲一样，还要好学不倦，与时俱进，要能够翻转教学。面对手机成瘾、屡劝不听的学生，即便是恨铁不成钢，也不能动怒，要施予爱的教育。面对叛逆期耍脾气的学生，即便觉得无理取闹，也要同理心、尊重、谅解。面对差异性学习力低下的学生，即便不是特教的本科，但是也要有耐心，有教无类，适性发展。面对资优自信表现强的学生，即便老师不是通才，也要虚心受教，展现热忱，因材施教。所以当老师实在是不简单，现阶段在108课纲更要求我们培养学生有终身学习的素养，让学生能够达到好自动的能力。什么是好自动呢？好就是共好，社会参与。自呢，当然就是自主学习。动呢，就是互动沟通。在学校，除了专业的课程以外，我还开了多元选修、博物馆探索参访与实作课程。博物馆包含很多元的范畴，举凡古今中外、天文地理、文化古迹、建筑美学、艺术与人文、传统与科技，几乎无所不包。开了这个课程给我许多的乐趣，透过主题研究、文资踏查、口访填调，带领师生共同从美感创意中设计策展，达到所谓的探究与实作的目的。当初设计这个课程的特色总共有五个教学的理念：一、创新翻转教与学，它真的达到师生可以共学的目标。二、落实跨科整合，从一开始的艺能科参与音乐、美术、生活科技以外，十年来陆陆续续也有国文、英文、数学、理化、史地、公民各科的老师加入。三、融会在地的资源，我们希望让学生对在地文化有情感的连结，能深度体验理解其脉络，进而认同与永续传承。这个课程在我们课堂时间里面几乎已经踏遍了台南市的所有博物馆，甚至于往北到了嘉义故宫南院，往南去到高雄口访。四、重视探究与实作，以策展为目标，即便学生天马行空的设计，仍然会排除万难努力共同完成。五、永续经营推广，我们也将课程的成果回馈到博物馆展，达到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的目标。今天就带大家到奇美博物馆来欣赏一幅唯一挂在天花板上的天井画，音乐的寓意 Four Allegories of Music。这是奥地利画家 Hans Makart 马卡，他受到艺术赞助者顿巴的委托，为他在维也纳市中心的豪宅图书室所绘制的画。这个作品原本有七幅，除了天井画以外，另外的六幅是镶嵌在墙壁上。那这幅天井画在1996年由奇美在佳士得拍卖会里面购得，长有5公尺，宽 4.5 公尺，所以这一幅画是奇美呢最大的一幅油画，也属于是镇馆之宝之一。
我们一起来欣赏。画家用一点透视的方法向上延伸，聚焦在中心点，大家看见了吗？有一二三四，四个小天使环抱着圆形的球体，而四方高耸的锥形柱向四边延伸，可以画出一个交叉线，刚好将整幅画划分为四个区块，分别会有宗教音乐、舞蹈音乐、狩猎音乐、军队音乐四个主题。这图像就像是意喻着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信仰、社交、休闲与政治。我们来仔细看看如何分辨各区块呢？你能发现哪些素材呢？宗教音乐里面我们有看到管风琴、乐谱，还有 Rebecca 琴。舞蹈音乐里面有铃鼓、排笛。狩猎音乐里面有矛、猎号，还有野猪。军队音乐里面有小号、轮簧、手枪。看明白了吗？这四个区块是不一样的。下回你去参观的时候，请记得要抬头仰视，好好的欣赏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这张照片我是怎么样拍的吗？讲到这里，你知道我是哪一科的老师吗？是的，我是艺能科的老师，我是一位音乐老师，也是一名舞台上的表演者。面对自己的专业，要求完美，绝对的呈现，但是在教学现场常常有为目标，会有极大的冲突，因此我常常不断提醒自己要成为一个三 C 型的老师， Creation, Communication, Cooperation 的老师，也就是有创意性、可沟通、与人合作的老师。当我考上学校专任工作以后，我就知道我离不开这块土地，因此如果环境不我与，只能自己创造这个环境，在我能把握的时空里创造极大的能量，发挥它最大的效益，甚至能够 over 它。感谢神，工作以来一直支撑着我的经文，在以赛亚书六十章十七节，上帝说，我要拿金代替铜，拿银代替铁，拿铜代替木头，拿铁代替石头，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，以公义为你的监督。二十节，你的日头不再下落，你的月亮也不退缩，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的上帝要成为你的荣耀。在职场上，我们常常困扰于对信仰的告白，但是当听到同事会提醒我，这东西拜过，你不要吃哦，或者直接拒绝校方校长极力推荐由其他宗教所颁发的优秀教师奖金，或带着学校教师团契据理以争，不让违背我们信仰的团队或活动进入校园，我们也间接见证了个人的信仰与守护青年学子的天空。我很 enjoy 我的工作，在我的专业课程里可以轻而易举地发挥，而博物馆课给我许多的挑战，挑战课程的安排，挑战与各单位的沟通，挑战与各科老师的合作，挑战师生共同设计的策展。这个课已经开了十年，或许你会问有没有打过退堂鼓，毕竟它是多出来的一个课程。但是每当有毕业生返校跟我说，老师，我上了你六学期的博物馆课，甚至有盲生来选修这个课程，说想要策划一个展览，甚至新生才上了一次课，在地震后就会对文物状况关心，甚至很兴奋表达很期待将要策划展览，这些种种都让我因为疲倦想关掉这课的心都融化了，真的爱上博物馆了。你呢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与你有所共鸣，谢谢。